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小品叫做《我和爷爷去追星》，讲述了喜剧演员赵铁人饰演的爷爷跟儿子孙女一家发生的爆笑故事。我们是城里，爷爷是从农村来的，就是想让我们去过年去，但是他到这块之后呢，跟着我们之间有那个代沟，就是我们也有代沟，跟孙子更有代沟，所以说有些就是两个人就激发起来，激发起来之后呢，产生矛盾了。反正就是自己跟孩子之间也是有代沟的，是有。那演这个戏就是算不算本色出演？本色出演，我们属于三代人嘛，有爷爷、爸爸妈妈，然后孩子，孩子跟我们有代沟，完了。我们跟老人也有代沟，就这种感觉。行，那您快好好准备，加油！谢谢。来，我们看到刚才我面前在，特别激冲突的演了一段，你是不是逃学了？我就听着这一句，是不是逃学了？可以，这节奏。孩子大，回我见你。还得扒拉这个呢，就拿一个兜，直接手一指他就扒拉边儿了，俩的话。李静思，这手还得管，啊！不止，你不能上学。是不是逃学了？这个真是听说完，其实甭管，不行，不关。李静思。是不是又逃学了？哦，就是一个开门的这样一个动作，大家就要探讨这么久哎。我家没垃圾，你们看看现在这垃圾分类该有多到位了啊！都服务到家了。挺扣热点的。一会儿排的时候记住啥道具，录制的时候你就必须自己想。我道具就是别指着别人提醒。我道具是赵老师拿里的，可他那个包里拿的东西，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电脑。对，咱现在是没有鸡腿，没有臭豆腐，对吧？这两样东西今天没有，没有臭豆腐，是不是？啊，没有鸡腿，没有臭豆腐。对对。赵老师相框在这儿啊。哎呀，好了。到时候不是这个茶几，不是这个茶几，这是今天代替的茶几和沙发都是今天替用的。对于这一轮的彩排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但我总想啊，这种小品都应该反复这么排比较好，能严丝合缝。像我们上岁数的和年轻人比，和人家除了小的比那差不少，人拿词儿像玩儿似的，我可困难了。原来不这样，原来岁数可能有关系。我想，原来过去我们看本漏几遍差不多就入泥巴，现在好像都费了劲了，跟岁数有关系了。但是我觉得作为老戏骨的话，你们的随机应变能力特别好，要是忘一句词儿，是不是能接上呢？那倒差不多能接上，但我有一个想法，我怕对方不理解你。对方一下，你看，哎呀，赵老师，你把这词儿一改，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你。因为这是我干过的事儿，在舞台干过，干过，跟对方没准备，这事儿真干过的事儿。或者导演说过，尽量把词儿尽量按词儿来。对，没错，你发挥去，别影响对方，对手别影响。刚刚一直提到说怕自己的状态影响到你们，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他的这个应该说演出这个状态直接影响了我，特别棒。我以为影响到你是。对，那是吓我一跳。包括我们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老师的这个认真程度，还有这个人家是艺术家的水平嘛，对呀，这是感染到我们了。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以他为荣，拿他做榜样。您经常是演电视剧，那这一次演小品，觉得新鲜吗？好玩吗？是的，我很喜欢小品。真的？是设计系的嘛。小品的东西好，你电视剧也好，不就我觉得必须接地气。别飘着演，别飘着演的东西不好玩了。是接地气，能说老百姓心里去。你这种表演，老百姓很喜欢你，但也很，但你这，哎呀，必得多磨合。不磨合不行，不磨合，哎，这还想词儿呢，哎，那个动作都忘了，哎，我一个那样，哎，我忘了，这多不好，对，影响对方。哎，我看看您的剧本。可以，这儿呢，可以。我想看您特别长，就是煽情的那一段。哦，那我找了。因为那一段我是觉得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哈。你，对对对，这个是吧？你说的肯定是。哎，您是真真切切的是心里会有这样的同感吗？来，我看。有啊，我怎么没有？我真有啊。因为不说心里话，我因为我有孙女啊，我有孙女，也不听话说不停，真挺气愤。我还不敢太深说，说深了吧，怕他妈妈影响，我儿子我也不害怕。说完了咋？说完了咋的？就这点就让了，但是怕儿媳妇行吗？你看我咱爸说话都太狠了，是吧？有时候我就经常考，尽量不说，反正就给他讲故事、讲东西，尽量往那带他。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一句就是，
我想你们，就这一句我刚才听了，我知道我就我心里都在颤抖。孙女啊，爷爷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啊没跟你们想在一块儿。我呀回来你的东西，爷爷给你道歉了。难呐，我就想啊在他们身边啊多待一会儿，帮助他们干点啥。哎呀，孩子大了也不用我照顾了，但是我想你们呐。因为是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没错，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特别晚辈就咱儿女还差点，特别是晚辈孙子小孙子愿意在一起。一看爷爷来乐坏了，哎嘿，太对了，非常正确，真是。正式录制期间总是充满惊喜和意外，喜剧演员在台上尽情演绎的同时，还有一群人在幕后默默付出着。咱们景咋的了？要倒啊？我看你已经打了能有好几分钟了，现在不把就倒了，不把就有点往那边靠，要倒。由于录制期数多，录制时间长，节目结束已经将近12点，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快12点了。是啊，您这么大年纪录到这个时间是不是太辛苦了？没事，也都习惯了，也习惯。完一般晚间我都22点睡觉。在10点、哦、对对对。哎，那今天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我不太满意。为啥呀？我说心里话、哦、我因为是那个我有点意外出现。什么意外？就是那道具啊、哦、道具孩子气氛对，叭一扔以后，原来我拍戏啥的扔掉以后，我是看他以后，我再回头来，我就捡起这衣服和那个、嗯、那个叫迷彩棍什么棍儿、嗯、那个电棒他扔跑了那么远，我就想我就空白了。我求给戏拖长了，可能我导演不能太高兴，咱不拖长。按理说，他都扔地堆就好了，漂亮了。这我再剪了以后，我得说那倒白就好了。太急急忙忙说了。一进门开始把我裤子补上，让我吃大蒜，我把电脑你给弄坏了，现在你又把我签名给毁了，你到底想要干嘛呀？你能不能别再给我们添乱了？但其实我们观众的观感还是很好的。大家的反响也都挺好的。那倒是，往我不满意，我总觉得吧，给人干活，你必须给人干好了。再说戏了，干好以后，你看才能再找你。刚才马总和我聊呢，铁石老师定了啊，下部戏你必须来。对。哎呦，我说我一定来。这玩意就是自己特别暖心的一句话。哎，没错。所以来了，咱就高兴，给活干好，不给添乱，别添麻烦。有很多演员。你看我说年轻的可能也不能太对，没签合同很好，哎呀可谦虚老啥，等签合同一盘戏毛病出来了、嗯、我就想把尾巴夹住他啊，把这戏夹到完，咱别的刚干刚开过开天几天就毛病都出来了、嗯、我认为不合适。大家介绍的小品叫做《我的队友是儿子》，由喜剧演员魏三儿带领一众喜剧新人为大家亲情演绎。只要我爸现在能健健康康的，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幸福。啊！
当时说咬了，容易过瘾。啊，半斤。啊，不是不是，我是能够住他咬。先够够够点啊！够了，可以分两斤。大哥，你管谁叫大哥？我二十九。不是那个，我不管你多大，你这麻烦你帮我把这电视开开。那叫谁？啊？那个，我跟你打听个游戏啊。就是有个游戏，有飞机。还有车，开车的那什么东西？赛车。不带车，怎么带去？你过来。我可没碰你啊，大伙儿都看着呢。我这大枪。你这包要吗？这包吗？就这。要。那你这样的，就这，啪啪下之后，你先不动，哥。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再爬。啊，对。你把那个游戏里的细节，你跟我说一下。那个游戏，我可没碰你啊！大伙儿都看着呢，看看了没有？趴下，打枪，打枪！哎呀，行了，大爷呀，我知道是哪个游戏了，我扶你起来。蝙蝠也得成河。哎呀，就那个游戏呀！哎呀，就那个。这干啥呀？行了，他岁数大了。这干啥呀？这是。我扶你起来。蝙蝠让他成盒。不是，这用啥？这哪儿来的？这干啥呀？这是。大爷。啊。大爷，你得回自己座位上网。不，你玩别的吧，我玩。不是，大爷，你得回自己座位上。那你给我这中间能分开？怎么整一个分一下呢？儿子。你俩过来了。行。你说我这嘎中间的这个这边分一个缝，显得岁数大，还是不分缝的岁数大？分岁数大。这个显得你岁数大点。头发是不是？脸上够白不？你要是近点够白。再说也有，不是那么白皙的，但这比那真实，那个肯定就是连贯。魏三儿作为成熟的喜剧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但是遇到没想的包袱时，心里还是有一些意外。网吧那个小品，有两个包袱是我预测最大的两个雷子，但没想。去年我儿子高考没考上，他想再复习呢，我没同意。我一看他学习那么辛苦，我不忍心看着他遭那个罪呀，我就偷摸的给他报了一个志愿。啥志愿呢？开挖掘机。哎呦我的妈呀！其实这个是个包袱，你知道吗？你给人一个大学生偷摸报志愿报开挖掘机，那这就，但是没想，因为我对词儿的时候，有好多演员搁旁边听着都笑了，啊！但是今天没想，我当时我就，哎，我说影响你吧，没影响，但是影响也没问题，因为你记得，一个好演员他必须有俩大脑，必须有两大脑，分得清，这个大脑在支配你的嘴。支配你的肢体去干什么？那个大脑一定得把神经捋你这个所要干嘛的下一步。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就想到了，没想的原因就是我那段不铺了一段音乐啊，那个音乐要不铺的话肯定会响啊。所以说这是有两个包袱没想，这是没想到的，也不是什么遗憾，因为那个要的是音乐铺上之后的那种效果。这一期的两个小品到底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导演组又在小品中设置了哪些包袱？大家别忘了锁定吉林卫视《欢乐东北风》哦。